弑神可是死罪啊！你让孩子都给你陪葬吗？若不是我跟昭儿求情，瑶儿现在都已经没有命了。你到底哪来的弑神花？是不是从九幽带回来的？你贵为天后，为何要这么做？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月明神君，是我杀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师尊，是你杀的？这个谎我撒了6万年，如今我藏不住了。怪不得你屡次挑起仙妖之争，方才执意要追杀后池与妖神。该怎么罚？我认了。那可是我的师尊，你让我如何自处，又如何再袒护你？6万年前，我本要阻止妖神开启灭世阵法，没想到月弥神君突然冲上来护着妖神。我想要阻止的是妖神，没想到他竟……当真这只是个意外吗？月弥神君待我不薄，又是你的师尊，我和他无冤无仇，我为何要杀他？你知道我出身低微，是上古神尊阴差阳错将我带上神界，虽然众仙嘴上不说，但心里难免嫌弃我的出身，所以我也想证明我是有用之人，才会在妖神灭世时立功心切。如今我一步错步步错，我害怕妖神将这个秘密告诉白绝神尊，所以我去了九幽，取了那弑神花交给了阳儿。怎么办？白绝神尊已怀疑我牵连魔族之事。白绝神尊那儿，我替你掩盖过去。你方才说的那些话，本君就当没听见。目光，从今以后，你就待在天宫行善积德，洗刷你自己的罪行。为戒戴罪之人，日后便是哪儿都不会去。从明日起，我会日日前往元灵沼泽，替你祈求我师尊的原谅。若白绝神尊追究起此事，我们该如何？功过能抵过便相抵，不能相抵，本君与你一同受罚。你能护得住我一时，护不住我一世。魔力修炼我断不会停，若是上古归来，白绝恢复神力也追究于我，我岂不是会再次沦为下等仙君？不，我会比下等仙君更惨。